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露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奥特曼横烧使用兵器和怪兽战斗，一般都是肉搏，然后用光线把怪兽消灭掉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怪兽的实力逐渐强大了起来，奥特曼也开始用上了武器，其中剑则成为了奥特曼的头号选择。剑是一种用起来方便、杀伤也很强大的武器。今天雪露就给大家盘点了奥特曼中的五位剑客，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。Top 宇宙剑豪扎姆夏。扎姆夏作为宇宙中有名的剑客，目标是成为宇宙第一剑豪。为了进一步的证明自己的实力，扎姆夏来到地球挑战希卡利奥特曼，结果希卡利没见到，反倒是碰到了梦比乌斯奥特曼。扎姆夏的心斩完在与梦比乌斯的战斗中断裂。在扎姆夏问起为什么会失败时，希卡利告诉他，因为梦比乌斯懂得守护。扎姆夏知道自己和他们的差距后，伴着出生的朝阳离去了。 Top 四，加古拉。加古拉是红凯的知己，在一同接受欧布圆环的认可中落败，因此心有不甘。加古拉在剑道的造诣上十分之高，练习中常常击败红凯，一招蛇心拔刀斩更是用得出神入化。加古拉还有一名弟子预言，只可惜预言在守护生命之树的战争中牺牲了，加古拉因此入魔，并化身魔人形态，一招便砍倒了生命之树。Top 三，阿古茹奥特曼。阿古茹是盖亚 TV 中的富豪，与盖亚奥特曼是挚友，同时也是最大的对手。阿古茹光刃是阿古茹经常使用的技能，切割力非常强大，一共有两个形态，一个是从右手直接诞生的光之剑，能够直接对怪兽进行斩杀，另一种就是阿古茹圣剑，剑身更加细长锋利。 Top 二，梦比乌斯奥特曼。梦比乌斯是艾迪奥特曼离开地球后出现的奥特战士，他是宇宙警备队的新人，同时也是一位用剑的高手，最厉害的当属梦比姆光剑，这是在梦比乌斯七夕中诞生的光剑，曾经和希卡利一同对战贝利亚时使用过。 Top 一，麦克斯奥特曼。麦克斯银河本来是属于杰诺的东西，叫做杰诺银河，但是杰诺在召唤杰诺银河的时候遭到杰顿破坏，杰诺银河就落到了麦克斯手里，变成了麦克斯银河。麦克斯银河拥有一个很强大的技能，那就是麦克斯银河巨剑，这需要麦克斯巨大化成999米才能充分发挥麦克斯银河巨剑的实力。麦克斯银河巨剑的大小是无限的，在麦克斯中直接长到了地球的外面，然后被麦克斯麾下将百万巴萨库劈成了两半。好啦，小伙伴们还知道剧中有哪些用剑高手吗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，喜欢的话别忘了给雪露点个赞哦。想看更多奥特曼资讯，关注我抢先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